回来了，现在正是夏天很热的时候，你肯定累坏了吧？赶紧去洗个澡放松一下，我都为你准备好了。用这个寇斯汀花瓣沐浴露，让你在家也能洗花瓣浴。你看，满满的一瓶都是纯手工采摘的东京樱花，是不是超级美、超级治愈呢？它可是把沐浴露当成护肤品来做的哦，特意添加了花青素和烟酰胺的成分，能够有效提亮肤色，洗完水润光滑。厉害的是，它还采用了法国微胶囊留香科技，香氛微粒遇水爆破，还有专业的调香师定制的鲜花香氛，闻着就让人很放松。搜一下，七种不同的味道任你选择，承包你整个夏天的香气。有啊，就是回家洗个澡，然后睡个好觉，就可以恢复能量了。收到粉丝给我写的信，就是对我最大的鼓励了。当然是寇斯汀了。